典礼开始，让我们掌声欢迎毕业生进场。每一步都非常的不容易，小朋友呢，一步一步的成长，一步一步的学习，到今天他们即将毕业，进入国小，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。每年的是非常重要，那小朋友呢，从接触我们的绘本，哦，看图画，然后看简短的文字，开始学习阅读，这非常重要。那爸爸妈妈也可以陪伴他们一起阅读哦。好，李正，印尼。好，我们跟园长合照。他们要说什么？
拍拍手。